没事没事，我要看他们谁刺激最后，最后谁刺激，最后谁刺激，他们很敢打，他们真的很敢打，而且我估计他们都上来找我，那你个这一番很容易被打，哎，没得好跑啊，我不敢走，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没有队友敢走，我们跳错地方了，我跟你有距离吗？你在那边，我在楼下。不可以！我刚才跳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我跑不了，跑不了。那里有两队耶，一下来的时候就有两队，我又不敢去收东西哦，我直接去找去地方躲，很难。哦，是，他们还有东西捡，我以为下来没有东西捡。杀我的人有钻石啊！哦，伪熊被淘汰呀！伪熊，太难了，很难。谁会胜利耶？谁会胜利？真的很难。928，第九名，第九名，第九名，没错，很难打的，他们真的难打。我要看谁赢，要看谁赢，我只想看谁赢了。最后，哇，他们全收在山顶哦，更恐怖，全收在山顶哎。没有啦，过后就我没有开多一场，就是打完就是这样，我就解散了。我打完就是解散了，我没有特地开多一场。然后看他们打，很刺激哦，打不到我他们。我也是鬼呀、啊！为什么酒坛会上来那个仰望台？为什么酒坛懂我在仰望台？如果他不懂的话，我不想。他是上来耶，酒坛这样厉害，他知道楼上有人，他自己上来，他开出红上来，我零九来不及接啊，他就在那里打我，然后把酒坛哥杀的队伍杀掉。是啊。他们这组有机会赢诶，外卖哥，我觉得外卖哥有机会赢。他们躲在这个位置，靠圈，靠圈。外卖哥被打了，外卖哥被打了，外面有人打，贝壳打，贝壳打，贝壳，贝壳加油，哇，洛洛打掉一个，哇，他们都在悟空哦，哦，你看，哦，你看，哦哟。洛贝壳杀掉洛洛，哇，刺激耶！哇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是，有机会。Oh my god. OK. 杨洋给他点赞一下。哦，恐怖这样哦。有可能有机会，他们有机会。哇！哇，养羊跟这个贝壳很不错哎！哇！很强哎，我们。打吧，小贝壳要救他哦！小贝壳要救，小贝壳救得到吗？救得到吧，救到了，哇，救到了！酒坛的队伍杀到我，没错，是酒坛队伍杀到我。哎呦！酒坛队伍有 bonus，酒坛队伍有 bonus。自己是贝壳队，来来来。